好，谢谢大家。好，我们好。好，还有我们县议员温之晃，欢迎议员。开心哦，大家一早就出发了，看到大家精神满满。刚才做运动的时候，大家也是很卖力来做。那我想，这个推广这个全民运动，是我们不管是我们国军，也是我们政府一直以来在推展的。那我希望大家透过这活动，大家就是能够身体动起来。那个方式哦，就改用我们用这样的登山、健行、摸彩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更加的轻松。但是最主要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把身体给顾好。没有那个健康的身体，什么都是假的。主要是赚你的健康回来。七月到九月，我们有200块，就有10个号码哦。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彰化弟兄，大家对于地方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国防，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演习。都可以看到我们后辈啊，所有的这个弟兄的一个身影。那再次的感谢各位。我们后备指挥中心带领着我们26乡镇，我们的所有的后备弟兄长期以来对于我们不论是灾害的预防或者地方的公益，以及我们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训练，那可以说非常的这个用心哦。那也为了团结我们大家的一个这个向心力，每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活动，包括过去可能就是用26乡镇的一个运动会，今年就采用我们的这个登山健行的一个活动，来这个团结大家的一个向心力哦。好，好，好，大家好，大家好。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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